铃声响起，课间的喧闹戛然而止。好的，现在上课，我们讲第四节课。他们紧握手里的教案，走向自己职业的舞台。当踏上讲台，他们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当广播响起，他们奔向自己职业的舞台。当翱翔蓝天，他们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